场的每一位，对面虽然在打对台，脸皮够厚也敢打，我脸皮够我也敢说，你们在座有谁是培丰的同学举手，培丰学校的举手，有孩子在培丰的举手，请问一下，这么多年以来培丰有哪一年不做筹款的？为什么华教要自己来筹款？你们问自己为什么？所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在座的每一位，古老的城市有今天的梦，今天的梦是要改变未来，改变将来，改变孩子，所以要改变吗？敢不敢改变？我豁出去了，最多我刚拍的电影假动被编下我也不去看了。人还有多少个十年，还有多少个五年让你去发挥，让你去掌握国家，掌握未来，所以不要放弃你这个机会，五年时间好好争取，好好改变，五年时间赵明夫冤案要浮出来。看到他的新闻我心在痛，我是马来西亚歌手，我不能说什么，我也不能做什么，可是只能在心里着急，在座每一位都一样。来吧，音乐开始，京城古梦，仔细听里面的歌词，来哦。新政府新希望，新政府新希望，播下青春滚滚的岁月，他们的眼光中隐藏故乡带来故乡的梦在烧。再大声一点，八千永不散，我们的祖先都知道。有儒家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家，从过去到未来我们一直不曾放弃，故乡的梦在燃烧，唤醒古老的故事，过去苍老的容颜告诉我们的执念，故乡的梦在燃烧，唤醒古老的故事，过去多年前，一个零钱的一笔钱，
努力了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做过一句忘你放弃的。有多少行动党跟民联的成员，为了争取民主，争取大家利益，关进监牢里面受苦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还记不记得？他们的付出不能这样白费，机会在眼前，要掌握这个时机，我们要。前线的朋友，他们的付出，甚至生命的付出，这一点是别人呼喊不来的，也叫不回来的。纵使他们多大声，可是他们少了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良心。我们大家今天不用麦克风，在座每一位来告诉对方，我们要的是良心，我们要的是良心，我们要的是良心。他会听到的，如果听不到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有些人会掩耳朵。